成都来的使者已在宫殿里等着。看看去吧。这不是那个老虎吗？刘皇叔下了新的命令，荆州继续由关将军坐镇。事到如今，关羽离队，关平就让尔等为了大哥差辈儿了，差辈儿了。关兴，好，收个关兴，再收个张苞。关兴是用剑的吧？关兴是用剑的呀。武器剑有吗？有。果然关兴是用剑的。那我这两个用剑的就要走一个。大热技，探离，侧解。哦，他不会解策，那马谡恐怕要恐怕要下马谡啊，因为咱们来了个用剑的。关平、黄忠，210140，或者是不要关平，或者就是不要关平，留着马谡。下关平，看这卖冰枪哦，冰枪就是给张苞准备的。然后马谡排在最前面，去挨揍啊！张苞往后点吧，张苞这兵如果受到损失了，就等于废柴。老板，这版本哪里下载？百度。不是你装备怎么这么差呀？这张苞啊，这好了，行了，存档。啊，对呀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往哪儿走啊？哎呀，快升级了，打探一下。哦，荆州平定了。不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要从哪儿走。火焰盾，可装备。哦，我的天，30000一个啊！刚才谁怂恿我去买致富丹的？我幸亏没去买。买了就疯了，30000一个，看见没？是的，这是长沙张苞的三维啊，240、100、198，100好像都比原版高，原版是不是90啊？啊，这能买白马，白马我够了，白马我是够了。啊，最大就能买50个东西啊，最大能买50个东西。马超这个版本削弱了，吕布30，
这里吕布好像六十八吧，是多少？没有三十那么低的。这里没有用刀的，没有用刀的了。42啊！关星的三维啊，看一眼。关星的三维，235、177、190，哎，不错了。哎，不是190，是170。190是因为我骑了两匹白马。哎呦，对了，马良的刀应该拿，马良的剑应该拿下来给马谡，对吧？来，这样，杀毒。哎，这个洞看起来好眼熟啊，这是哪个洞来着？这是二代里的一个山洞。这个游戏完全版不可以复制装备。关锁还没加入呢。火焰凯是不是都有了？都有了，好像是有印象，这个山洞我有印象。玩强强版出 bug 那个洞，去找马良的洞。哎，渣渣灰，这是正确答案，应该是那个洞。哎，会火神祭了，不是消石，消石那个洞比这个空旷多了。消石那个洞好像就里边就一个宝箱，是个垃圾。就是去找马良的那个洞。火焰盾都有了，会火神祭了，看看这火神祭能烧多少人啊？苍龙剑160，哎呦，给关星吧，160的功。是最好的版本吗？我觉得是目前最好玩的版本。最可惜的就是它不能收敌方的武将，最可惜了。如果能收敌方武将就更完美了，咱们兵分三路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捉襟见肘。这是去吴国，去东吴。手机你如果问了，你就认为玩不了。上次玩的火焰文章，那是索菲亚夫苏，那是 Room 和，哎，出来应该有点东西吧？收将最终版，武将我都没有，什么张辽、周瑜，这都比较好用啊。如果你收到的话。那看来我是应该，我的天，我撤退吧，我这仗打完了我要回城睡觉了啊。这是确定了没有东西，走吧。感谢没问题的点赞，以后会放出来的。我现在就在录制。
本篇文章要是雅木版的，应该是外星科技翻译的。我就不行，我非要把你这翻个底朝上，这附近没城，这么大一片地图什么也没有。我天，好像真没有啊。我这地图啊，这有问题。傻甘宁、鲁肃，这两个是智将。哎呀，我没有信心在这两个智将出手之前，出手回血之前把这个鲁肃干倒，把这个甘宁干倒。火神祭试试吧，撸他。3500厉害，不行，不能总攻啊，不能总攻，对面有会加血的武将，你不要总攻。吃了多少次亏了，秒了。好，人家会投石了，我刚会个火神啊。打鲁肃，看能不能烧中他。这个货毕竟智力很高啊。前二，哎，谁策反了？刚才谁策反了？没看清谁策反，砍吧，砍倒了鲁肃才可以总攻。没说他给谁策反，策反机只能往自己身上扔吗？有个小伙伴说烧甘宁，你的延时有点高啊。在哪儿啊？建安城。建安，咱们是不是越图打怪了啊？左上还一个城呢。我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死机了。武器店，真空枪一把，泰山斧一，冰弓一把，火焰盾全有了，火焰甲、火焰兜全有了。好，冰弓一把。带老爷子对了，真空枪130，可以，好的，拜拜。这附近就有硝石，不过没有硫磺。西北边的洞穴生产硝石啊，硝石那个洞我去过。道具店。哦，一会儿要从这儿走，老树枝。那硝石那个地儿咱们经常去啊。看看道具店。营帐，买个营帐。
现在打到哪儿？现在在伐吴啊。这儿有一个城，我去。打完这仗可以回去睡觉。哎呀，被追杀。那打吧，我再撤退一次啊。打。总攻。我刚才存档了。如果我总攻输了，就把你禁言，你干不干？你同意就可以。看不看见？看没看见？人家免机了，还总攻？总攻明显打不过，免机了。免机总攻个屁！看人免机了，总攻是肯定打不过的，这还用脑袋想吗？说总攻的真的啊，拿脑袋先想想吧。150-125，程普会计谋，先放别人。哎，马谡也用计，别砍了，砍什么砍？啊，此处不可以用火计。洪水刺得多吗？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投石也不可以，只能用水。失败了，你个智力210的对100多的失败了。程普智力200，哎，马良也失败了。顾脸还无药医，马谡中了疑心计，我的，哎。这应该是一代的背景音乐啊，一代的。哎，算了，张苞你不剩多少人了，你回血。这个解策，马谡是不是被限制了？一般都是总攻啊，玩这个版本你寸步难行。行了，解了。砍吧，这洪水计总失败。美退，伏兵。这个游戏没有难度选项。三国什么英杰传？
哪有什么三国英杰传？马超去别的路了。现在是兵分三路，马超去别的地方了。是的，对，我特别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对这个游戏了解，你再来给建议可以，但是你就遇到一堆不懂装懂的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伏兵计是二动，哎，免击了。进来就刺你，我去，四个洪水失败。道具店，我洪水机没中过呀，应该是用了六七次吧。营营账支付单，哦，买一个吧，买一个吧，支付单论个买啊，支付单论个买。现在是无的赌场，真空枪，泰山斧。这什么城？这个城以前来过，以前来过，咱们去拿消石了，该。训练所应该没变吧？问问，问了也没钱，你问了也是闹心。万八没钱，去卖点，去卖点，买点武器，然后咱们存个档再训练啊，别花了钱了涨了半级，那就亏了。泰山斧、火焰弓可以卖，现在是彗星枪了是吧？赤龙剑。多少钱？63,000，行，够了。为什么用马苏？没有别人可以用了。存个打。去不了，去不了啊。那这样呢，咱们下一步就去找消石。找消石，消石是左边吧？我去，找个消石真不容易啊！对，现在的好处呢，就是不掉记录了。找到消石，然后缩出去。
这个系统的道具是公共制，就是大家用道具都是一起的，不是在每个人身上放。护身烟，我现在钱多紧张啊，我还护身烟。打到哪里了？打到打东吴了。这是把消失山洞倒过来了吧？是的，应该是左右镜像倒过来。道具一直是公共的，道具一代和二代都是每个人放在每个人身上的，什么时候是公共的？你玩的都什么版本？你把经验和钱给我，我就给你使烟盾技，好吧？到手，不是模拟器，金个什么手指？调个无限钱，有的小伙伴说，我调一键通关就完事了呗，还用玩吗？住在建安城里。哦，他跑建安去了。出来就遇敌啊，这个机制可能是累计的，切换场景呢它的乱数也不从头开始计算。我去，我跟你们四个有仇啊。肯定是有仇啊，追杀我。着急推进进度呢。干一次就好了。这帮家伙，哎，对了，找谁合成啊？找谁合成？我最新研制火药连山都可以炸飞，那你去吧。需要青色发亮的消失，你这千年古树老树枝，对，刚才就有了。我去，这货自爆了吧？啊，他是不是自爆了？是不是自爆了？我感觉出门就炸了呀，后面会更新的啊，后面会更新。我刚睡觉出门。啊，就这儿，来有个关爱，周瑜啊，大都督，先把大都督弄倒。哎呦，
大都督，我觉得很难，先弄到灵童也行啊。可以投石，试试这个投石的威力啊。我这边还是火神。这个版本没有粮食系统。3200还行。好，放到一个灵桶，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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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寂静阵失败，该。马谡我觉得还是砍周瑜吧。上伏兵，啊对了，一会儿看看周瑜的三维，一会儿瞅一眼。哦，挨打的话好像伏兵就一次性用出去了。我试试啊，试试。你先回血吧，回血吧。看看关兴还有没有了。那给黄忠上伏兵有什么好处吗？伏兵技是二动。伏兵技是二动，而且别人如果打你的话，你是自动反击的。黄忠。一下没了没了啊、哦、那这下张苞的这个伏兵技也没了，就是挨打的话伏兵技自动一个反击就没了。看来这个伏兵技还挺好用的啊。周瑜跪了啊，周瑜跪了。两下三下哦，伏兵技攻是三下啊，那还是给攻不是很划算。如果四下还行，如果四下还行。周瑜已经趴下了，没关系啊，周瑜后面还会出现的，我感觉还会出现的。